就好食的。嗯，我怎么在这里？算了，我要回家了。你把购物清单贴在额上，还是僵尸吗？符咒，要贴符咒。我们之后就是都一起行动，然后来找出谁在装神弄鬼，好不好？你好奇心不要那么大，好不好？胆子不要那么小，好不好？我们有一群人呢。好吧。
这么想知道提示，我就好心告诉你们吧。提示就是，哎，等等，不要把拖鞋丢掉啊！那只拖鞋就是提示啊。啊，那个。对啊，就是它。只要你们可以找到能穿这个蓝白拖的人，答案就会呼之欲出了。这什么渣提示？啊，这样是要到民国几年啦？放心，拖鞋之神会指引你们的，加油哦！好，现在谁来告诉我？现在他妈的，这个拖鞋之神是要怎么指引我们？好了好了，别生气，我们快点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办啊。奇怪了。
不要，我只是想要有人陪我玩而已啊。可是你把人家抓走了，这是不对的。哪有，我只有跟他一起玩了一下，他就走了啊。那他人在哪里啊？我觉得会偷笑哎、欸，好的，不要笑，不准笑，这样子就笑，我就我在我才会笑场。我先说，我十二点一定要走，你看样子，快点，太烫了。哎、欸，我现在整个这样丢出去就好，就看你想用什么姿势丢他腿，他身边。好，你可以来选，你觉得是正面吗？你的 pose 还没好收哎、欸，谁要比一二三？哎，不要喊，可是我们好像不是常常撞他、欸，然后撞他脸背，那个叶砸到，谁手上叶子比较少可以摆一二三？我操！你这样可以拍到他脸 ，OK 啊，谢谢。可以啊，其实我单手难易。哦，好 ，OK 啊。好，我们要尽量打到你。尽量打到我是吧？我们要尽量打他的脸，这样才能让他停。这样就很远呢、欸，就超远的。请你碰近一点，看能不能。刚刚因为你现在这边呢，我们从后面丢就好。特写在那个后面丢就好。可以到后面啊，可以到后面，我看看，快到后面、啊，到后面啊，谁要到后面？好，我们四面八方都换。不，来，可以。我换舞台的叶子，好可怜哦，下降头。有没有觉得我对你好仁慈？好，开始。OK， 好可怜、哦。哎、欸，你 A， 没有，他都还没有睡觉，我说的是可以准备开始，他还没讲。等一下，是哪一幕的？我觉得你太不仁慈了吧！等一下，他醒了。等一下，他睡了一天。你看嘛，哎，等一下是哪一幕的台词要比？他睡了一天，在旁边一定要有叶子，他身上也要有叶子啊！好，好，这个是哪一幕的台词要留言？真是太经典了！把他讲，哎，你是什么时候要留言的？就很快的，他要先睡觉。我说 action 的时候，你就可以那个。什么时候丢叶子？人家脸上他先睡觉，脸上放在哪个地方，所以还不用放。然后你们就丢他，他就要起来，然后说：“哎、欸，为什么我在这里？”今天人睡就是什么？你笑场，我就会揍你。哈哈哈！笑，这样可以啊，这样可以啊。你好了没啊？你笑点。要办教室，你还少不走？你不能只盯着看我。